刚才已经请教练了。哦，我耳机里听的是吴克群的《时光机》。对啊，我只是想要经验体验。哇，吴克群呢？哎，克群兄，我光这样怎么样？什么时候演唱会办？有缺的话，演唱会的时候找你们来当嘉宾啊。他我也不确定啊。哎，你刚才跳那首是什么？时光机。时光机，我看不出来。盖伊这种肌肉巨巨会跳的。肌肉巨巨是巨巨什么？肌肉巨巨就是。等一下，不可能不知道巨巨这个词吧？我还没健身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巨巨了嘞。对。你知道我以前看演唱会的时候，克群最喜欢穿什么背心？就里面在穿吊带，然后露出他的精壮结实的手臂。在盖伊还有波波旁边呢，我们讲这一句话其实很没有公信力。你们就播我们以前的 MV 就好了，版权我们给你们。欸、真的要给我们？每次影片都是吴克群的歌。没关系，我们分了没关系。男生最怕对比，本来觉得自己蛮巨的，因为突然跑到旁边的时候，男生怕对比不重要，女生爱腹肌比较重要。真的我当然有，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不是我看他这样什么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讲不起谁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客群有超多首歌，我都非常喜欢。比如说，他住在九龙城，有七个大老婆，小老婆心不上他的幸福叫做奇梦。那你叫周星星，有眼泪，我有心。我的天哪，你年纪不小哎！怎么会？因为这是我小时候写的歌。我不屑纪念这一天，我们分别。超多超喜欢的歌，而且客群最近的新歌我听，真的，一下就朗朗上口。谢谢你。天很 OK， 管他明天会不会，明天再好再坏也不像今天。我觉得你可以。刚才有说，不管是腹肌啊，还有练肌肉，要秀给大家看这一段。事实上，是因为那是我2008、2009年的时候，椎盘很严重，都破掉流出来，所以我后来就花时间想要练得很壮，去做运动，才改变了这一切。那时候大家以为我只是要秀身材，但也是，可是对啊，练那么壮就是为了就是要为了要秀身材。如果破讲到没关系，如果破也没关系。如果那柯林知道今天来健身房要做什么吗？知道。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个梗的影片，叫做反作用力，有一个很帅的蹦完之后，他是往子弹的方向去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客群玩一些反作用力的小游戏。因为我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讲这个迷因，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过开枪玩的影片。没，对，越来越接近电话了。我们以为后坐力嘛，那是因为你拿过枪的话，后坐力是往后，你会震。可是那一刹那，当你结束之后呢，你的头是会往这个方向走，是会自动这样落下，因为它会同时这样落下。所以等于说，客群那段画面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。你们真的误会了，今天客群来跟大家科普。但我刚才那一段是胡乱的啊。谁卡哦？那我们客群可以现场来一段吗？真的吗？OK 啊，那一起啊，一起啊。没关系。我们分了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没那个福气，没福气却又爱上你，就算哭了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痛痛快快给我一下，我没关系。这边跟客群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要玩的三个游戏。第一关呢叫做哑铃时光机，唱跳歌手，它是非常需要体力的。那我们看你徒手跳这个是非常厉害，我们就来试看看一关一关哑铃越拿越重，看我们三个最后可以拿到多重的哑铃跳完这首歌。第二个关卡脸部控制，就是我们要在单杠上面吊着唱完今天很 OK 的副歌，因为唱跳歌手常常脸部会变形。会很喘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模拟在很累的状态下，你还可以表情很轻松的唱完副歌。
了解。第三个关卡叫做猜歌名，就是我们要垂钓在单量上面，然后有一个人会在前面比手画脚，然后让你猜出这一首是吴克群的哪一首歌的歌名。在掉下来之前呢，可以猜出几首歌。好，那我们就挑战开始。好，第一个关卡哑铃时光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边2.5公斤、5公斤、7.5公斤、10公斤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轮流上来，那就由我第一棒，先从2.5公斤开始。太过分。2.5公斤啊？不是，是他从2.5公斤开始。哦，我们要一关一关增加难度。还是我开始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克群，你看到你2.5，我5公斤，波波7.5，下一个换谁？换你。好，那还是你开始。所以那个速度跟不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还是我们录到这边就好。盖伊刚刚2.5直接跳到10公斤，等一下下一个话12.5，那你就15了嘞。15，我想办法我会爬上去。各位，他刚刚7的时候就已经只在这里而已，这个5是在底下。哦，是这样吗？特许你不要把标准定太高，比我想象中的严格。你手没打直，来，我来一次，来一次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太重了，重到那个速度根本跟不上。看你跳有一种在看附件的感觉。哎、你要把副件跳过去。特勤要不要试看看？好，我试试看，试试看。7.5就好。好，我忘了7.5。真的假的啦？可以看一下10公斤。真的吗？哇，这真的很难啊。亮点。说真的还蛮强。那我们第一关就算大家都成功挑战过去了。身为一个唱跳歌手，最重要的就是在累的状态下，你的脸部表情都要控制得很好。今天就是要在一个很极端的状态下唱完今天很 OK 的副歌，然后还要有点微笑，微笑有点迷人。要不然波波先，帅气表情1号，帅气表情2号，帅气表情3号。就开始了。今天很 OK， 管他明天对不对，明天再好再坏也不像今天。今天很 OK， 反正我只活一遍，所有烦恼焦虑讨人厌，全部匆匆向大便。耶、yeah!我发现其实没有很容易耶。啊，
吗？不是，你讲 OK 的，你讲实话。我讲实话蛮 OK 的，真的。而且你唱歌 OK， 认真，真的 OK。他有没有缺和声？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么 OK 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泪水该怎么停歇？那我们还有高山歌的部分。好，你先帮我合一些词啊。我们 KTV 不是会开导唱吗？对，我们的导唱。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。上。五六七八，今天很 OK， 管他明天对不对？今天再好再坏也不像今天，哎，明天很 OK， 再多情多义一遍。好，倒唱。所有烦恼焦虑，叫人厌倦的，匆匆像大便。耶。不是，不及格吧？你是忘词，因为你知道我在用力的时候，那个血都冲到手上。但是你自己跑到明天去是谁？明天 ，OK。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歌手表情控制，还要唱歌。客群有需要和声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起来，起来。客群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准备开始。今天很 OK， 管他明天对不对，明天再好再坏也不像今天。今天很 OK， 反正我只活一遍，所有烦恼焦虑讨人厌，却匆匆像大便。我在旁边听，你眼睛闭起来，你完全听不出来他在用什么动作唱歌，对，就你完全不知道他是吊着唱歌，很稳，对，稳，没有抖的感觉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题。大多是给你。什么给你？全部都给你。啊耶！哎，我快不行了啦，快一点啦！四个字，不屑，不屑纪念。四个字，我写信给你，写信给你。我什么？我什么？写什么？换。我不行了，鞋我不能换吗？对对对，不行了，这蛮难的。两题，为你写诗。哦，我写信给你。我写信给你。那第二位就我来了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客群准备好了没 ？OK， 准备开始。三个字。心脏，心脏爆裂，心脏爆。爆心脏，破心脏，破心脏，三个字。思考，思考，笑，帅。下一题。啊？你看为什么没有下一题？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丢，抛，接，抬，抬起来，翻，翻开。对对对对。翻。第一个字。酸。吸。咸辣酸甜苦辣，不行，这样，不行，三个字，哎，是不是不行啊？三个字，哎，翻过去，翻倒了，翻桌啦，意思很像，冰的啦，冰的啦，哇塞，哇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好的，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圆。大拳拳啊、哦，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哇塞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没有骗你。等下那个冰的啊，真的猜不到，我真的真的想很久。反应你刚刚笑波波，成绩也跟他一样。对嘛？那第四题这个是什么？环环呢？环环环环游世界。哦，环游世界，哇，新歌。客群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弟弟。赵吵，吵架实录。哎，第二题。
到了。你是几人？糖。不要太厉害。抽。整形攻略。哦。哦。哪里？五个字。银河里拥抱。就跟你说了放手。哇。喂不是。哇。两题。真的撑不久。对撑不久。真的撑不久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一题做完。好。五个字五个字。啊。一二二五。杯。给你。然后翻脸。我有这首歌，老公公，不是你们怎么也有动物有人的？牵手然后放掉，第三个字是牵，第四个字是字手手。牵牵牵手，不对啊，那是四个字。惨，我写过这种歌。杯，我们提示第一个字。哎、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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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猜到，一定要猜到，我生气了，我真掉下去。第二个字，蓝。鸡蛋，第二个字是蛋，蛋蛋，刚才的是手，蛋手，什么蛋？大大手，大手，什么蛋啊？一二二五是什么意思啊？12:25。蛋爬。猜不出啊！蛋，老，老，哦，圣诞分手节。不是，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在地上爬？鹿啊！圣诞，圣诞老公公，对。而且刚刚客群一直讲一二二五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我想到一二二五是什么意思？就其实客群也只猜到两题，我也猜到两题，我也猜到两题，所以是平手。再让我猜一次，真的觉得你还猜得出来吗？如果刚刚那我已经猜得出来，对吗？再让我挑战一次，好，一分钟。客群跟波波一起比，哦，我们一起比，你应该更能猜哦。没关系，我会自动忽略一些。应该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再挑战一次有风险，因为刚才是体力。跟智力，现在就只剩智力。是，我对智力有特别要求。要肌肉有肌肉，要头脑有肌肉。盖伊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客群波波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第一题开始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鱼。乌。油。油。嗯。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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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说。老子说。三个字。哎，我喷锅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三个字，我五个群、，nice。四个字，跑抓飞月月球太阳光头太阳太阳。好，后羿射日，哎，跨步射日，跨步射日。三个字。打电话，哦，鬼来电，哇，第一个字，九，看后面是谁，看谁，你都看出来，不是你这歌真的很熟，很强哎，冰的啦，我真的卡太久，不然我可以猜到很多，鬼太明显，不是因为鬼来电这首歌没有很红，那首歌不红了，没有吧？你们两个真的很假，你们两个够。哦，今天非常感谢客群来跟我们挑战了三个关卡，玩了不少游戏。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，想要问一下客群，就是你在什么时候是你灵感爆炸的时候？洗澡还有上厕所。
好多人都是这样，因为水会碰到你身体上面很多的毛细孔，然后你肌肤的每一寸，它会触发你大脑里面的其他部位，所以就会很像那个脑子里面的那种神经就会那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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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今天没想到来到盖伊这边的波波那么好笑，因为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专业的运动频道，但是没想到可以给大家那么多快乐。那我现在也是，现在也不是以前，是现在。现在现在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做音乐或运动，其实最重要是给你快乐。我做这张专辑今天呢 OK 也是想要给大家快乐。对，我找到的方法就是呢，做你爱做的事，爱你爱的人，对待这些人事物更好。所以其实这张新专里面，它可以让你听的是开心的，对，快乐，对，主要就是想要让你快乐，对，就把那些烦恼忧郁全部都冲得像大便一样，唰，冲掉。哦，上厕所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想大便，马桶冲下去的瞬间，哎，没有，冲冲像大便。对，好，今天非常感谢柯群，谢谢，谢谢你来我们健身房跟我们一起唱唱跳跳。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